Evening， 晚上好啊。年底收官，心情爽翻，特别是我的仙蝶也到啦，必须做几盏新鲜的糕点。我要先试一下梅姐姐最拿手的藕粉桂花糖糕，假期快乐的开端就由它承包。用桂花水将混合好的粉搅拌成分的炖体，趁它不注意，把它蒙在锅里，顺便冲点藕粉给自己解解馋，打算让我执着的仪式感，所以我做出来的东西肯定是颜值天花板，但这点可不够我塞牙缝，还要做一份果冻。嗯，这么 Q 弹，用我祖传的餐盘给它泡个衣裳，果然美得犹如仙女下凡，我猜这就是仙女们吃的糕点吧。